今天哈、要来介绍十三四种歌第三句，静中触动，动由静，这表示静跟动，动了尤其静，音敌变化，敌人会变化，对不对？是神奇。那我是扮演太极的，静中触动，动由静，他是敌人。好，你戴口罩哈。他攻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接触的东西，我这个有不安静吗？我这样呢？安静。所以静中动，动要安静。他动了，我现在你接触到了，我是静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乱动啊？如果这样呢？这个动就没有静，你懂这意思？就没有安静。我安静当中，它触我动动，我动了，是不是还有安静？你再动，我安静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顶了？你顶我，我顶你，但是我要动，这样有没有安静？我先解释，静中触动，动了，静也在里面，因为它动，我静。如果它一直动，我还是安静，就是死的，就变成单一面。太极拳是，太极拳是什么？静跟动，动跟静要相继。你动，我静也动，动里面有安静，对不对？你再攻，我又动又安静。如果这样呢、你的肘也打我，步子也上了，对不对？这表示。我动了，里面没有安静，没有沉着的东西。音敌变化就是你知道我在安静了，那你一变化，我有没有安静？音敌变化，我被弄出去了，还是什么神奇啊？这边打不到，一变对不对？我这有没有是神奇？紧张了现在来。我有没有是神奇啊？安静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我光动，你就是盲动。那你不动，我就打你了吧？你动了，你打到什么？这就是神奇啊！它就怎样，对不对？你头为什么会低下去？因为你攻我的时候，我让了嘛。这就变抱虎归山。我抱虎归山是轻还是重啊？我刚刚动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安静？你打过来，动态当中是不是有安静？有没有安静？静里面是不是还在动？因你变化，你要垂过来，你又不是死的，死了我就打你，你是一直有变化，这又变了，我又圈了。我静中是不是有动？动中是不是有静？我把你当好朋友，你这边是不是这个？你来弄我这个，那你下去了这个呢？后面呢？我又跑到前面来打，你会知道。我手本来就是在抱，你现在在这个，我又安静了，又动了，又静了，你是不是在变化？我先告诉你这一下，对，你看，这是不是音敌变化？这个那个神啊，神经条，安静当中有动，动中有安静，他拉我，其实我就要求他了，但是。我就跟着水而已，等一下，哎，你看一下下巴就不见了，你觉得我有停吗？我在动，你哎，这个，这是不是全身的？啊，先切掉，等一下换。